我记得他跟你同时出道的。哎，我们两个同时出道，手来，停手来，抖不开，我这边就平静一手来。我们还曾经同公司，有吗？你还当过我的师姐。你跟他同一家唱片公司的时候，你难道没有觉得说唱歌唱这么烂的人当你师姐，你觉得很丢脸？不会呀，其实有时候啊，你看他的样子，他其实观众不会注意他的歌声。像我们是你们俩现在先停机，给我道歉。王志平老师，我讲的是事实啊。王志平老师，西地完全是以色取胜吧，对不对？80%。你这个大光头，你是谁呀？我们以前也是同样公司啊。你可以同公司啊，走开，你们都走开。没有，后来嘛，我嘛跟以琳啊，这什么以琳都没心。哎，真的，这是真的，我可以作证，我们都同公司。对呀，有吗？